指，睇翻今日港股嘅表現咧，恆指低開90點之後咧，就曾經係衝高嘅，咁一度咧喺早段就倒升，最高咧見到27,533點，但之後咧個股壓增加翻，下晝初段咧最低落到去27,151點，最多曾經跌過369點，收市報27,259點。跌231點，跌幅0.8%，成交就1,395億。至於國指咧，今日就收報9,865點，跌94點，跌幅接近1%。科指收市報7,338點，跌94點，跌幅1.3%。睇翻今日嗰個恆指咧，其實都一如我哋所料咧，就係、是、一度係再下試250天線，曾經跌穿過，不過收市嚟講咧，都叫做暫時都嚇、仍然收喺條250天線上邊。250天線咧，而家就喺27,170點嗰啲嘅位置嘅。咁啊，想問翻 Ivan， 今日指數牛熊證嘅資金流有咩睇到啊？系啊，咁我記得啦，師傅就你都提過，就話個大市似乎技術轉走勢轉弱咗啦，有機會咧就要再試呢個250天線。今朝咧其實早段咧港股就未有跟隨外圍方面個跌勢嘅，咁啊平開之後一度係轉升，咁但係咧就好快咧就見到有一個比較大嘅沽壓啦，令到個指數咧就跌近呢一個嘅250天線，收市而家叫做險守呢個250天線啦，咁啊但係都要留意翻，如果短期嗰個反彈動力唔夠嘅話，咁啊，後市都有機會咧，就係再次試翻近期低位，可能即係26,800左右啲水平噶。咁啊，甚至即係如果話即係個市況外圍市況繼續波動嘅話，可能要試再低少少嘅水平啦。呢個投資者都要留意翻。咁至於資金流方面嚟講嘅話咧，牛證同埋熊證方面嚟講嘅話咧，兩邊都有資金流入嘅，比較貼價嘅熊證啦。咁啊，見到早今日即係大市早段係平開嘅時候嘅話咧，都有幾多嘅資金部署。咁至於牛證方面咧，開始咧見到咧投資者咧就揀翻一啲可能收回價啦，喺27,000點留下嘅一啲產品啦。嗯，好，咁啊，睇翻個別股份方面咧，今日新經濟股咧都見到繼續係捱沽，其中二股咧就係一隻 SaaS 嘅股份，即係微盟咧，今日咧就急跌超過8%咧，最低見到10.01，收市報10.94，跌咗1.02嘅。微盟今日再急跌咧，見唔見到多咗資金流入佢啲衍生產品咧？是啊，其實呢幾日咧都見到咧多咗啲投資者咧就係即係入場去部署呢一個微盟嘅準證去搏反彈嘅。嗱，不過咧即係證股方面個沽壓都仍然都比較沉重。咁啊，雖然話即係技術上面比較超賣啦，咁但如果話即係投資者去部署一個短期搏反彈咧，可能都要考慮翻咧就喺即係論場上面揀翻一啲咧就條款上面相對咧就比較貼價嘅一啲嘅論證啦。咁啊，如果話即係做一啲牛熊證部署嘅話咧，更加要即係留意翻個嘅收回嘅風險咯。嗯，另外咧就騰訊咧，琴日個收市價就略為跌穿條10天線啦，今日都繼續下行嘅。今日最低見到539蚊，收市報542.5，跌咗7蚊，跌1.3%。騰訊啲論證個資金流有咩睇到呢？系啊，咁腾讯方面咧，见到个股价咧都系跟随翻大市系走弱啦。如果你睇翻即系今日个股价咧，就未能够企稳喺550蚊楼上，但系咧就跌幅唔算话太显著啦。咁啊，都系大概1%左右个变幅。咁啊，资金咧就继续流入佢嘅认购证咧，就搏个短期反弹嘅。如果话即系睇翻腾讯嗰个嘅低位方面嚟讲嘅话咧，咁可以继续参考住大概530蚊左右呢个水平嘅支持力度啦。咁后市就如果话即系睇翻反弹嘅时候嘅话，留意翻有冇机会就可以上翻去550蚊楼上啦。正股本身就冇乜特别嘅消息啦，咁啊见到即系科技股方面嚟讲，经历过连续几日下跌之后啦，咁啊今日见到即系腾讯又好啦，或者即系美团又好啦，开始咧就即系嗰个跌幅略为收敛翻啦，咁啊亦都见到咧嗰个成交就略为系即系收缩翻一啲，咁啊可能喺现水平咧有机会咧就做翻一个即系横行嘅一个嘅格局先咯。嗯，系啊，美团今日跌幅咧都唔算显著嘅，今日美团咧。收市報275.2，至1蚊，跌幅0.4%，同埋睇到佢今日低位咧，271.6咧，都唔係話明顯低過琴日嘅低位，琴日最低就272蚊啦。咁啊，想問翻咧，就美團方面咧，如果預計嚟緊可能開始會傾向橫行嘅話咧，咁嗰啲衍生產品嘅資金流有冇咩明顯嘅變化咧？
系啊，咁你睇翻咧，如果你话即系美团嗰边嘅话咧，今日个股价咧其实变化就唔系好大嘅，咁啊低位落个271.6啊，高位就即系穿唔翻280蚊。咁今日其实正股方面个表现咧就相对比较淡静一啲嘅。睇翻琴日我哋即系做讲座嘅时候都提到啦，就系、是、喺大概即系270蚊啲水平，短期一个即系技术嘅支持位。如果真系后市个大市再穿底嘅话，咁啊要留意翻会唔会即系再下。探下一个支持位250蚊，至于短期反弹的时候就要看翻即系平均线啦，譬如十天、二十天线都是一啲即系比较大的阻力位。而家10天线喺283蚊，咁至于呢一个嘅二十天线嘅话咧，就喺大概296蚊。咁预期睇翻280到295蚊呢个水平嘅话咧，都系一个即系短期嘅反弹阻力区啦。嗯。另外咧，就今日見到汽車板塊咧，就跌得比較多嘅，好似只吉利咁咧，跌超過3%。另外，比亞迪咧亦都跌1%，收市報206蚊。之前睇佢嗰個技術走勢分析咧，就話一個重要嘅支持位就係208蚊啊，唔好跌穿。但係而家跌穿咗咧，都見到佢股價咧就已經跌近條50天線。50天線咧，而家就係198.5啲位置咧。如果50天線都守唔住咧，咁再下一條嘅移動平均線咧就係100天線喺190蚊嗰啲位置啦。咁啊，想問翻比亞迪嘅穩正資金流嘅有咩觀察到啊？系啊，其实睇翻即系比亚迪方面嗰个稳定嘅资金流咧，今日咧就见到佢股价就叫守住200蚊呢一个嘅支持位啦。去到尾市嘅时候，见到嗰个跌幅咧就系略为收窄啦，都有翻啲资金咧就入场去即系拣翻啲嘅牛证或者一啲认购证做部署嘅。不过咧就即系比亚迪嘅话，今日叫守稳呢个200蚊。咁但系咧就即系牛证方面嗰个策略咧，都建议大家即系未适宜话做一啲太进取嘅部署住啦，可能要考虑翻，譬如话啲收回价啦，摆翻系190蚊以下嘅，咁啊都有即系可能10多蚊左右一啲收回差距嘅牛证，可能会比较适合翻而家市况咯。嗯，最后咧我哋跟进埋即系港交所啦吓，今日见到个大市成交咧就再缩咗啲吓，落到1390亿，港交所个收市价521蚊咧，比琴日咧就跌1蚊，跌0.2%，最近都仍然见到有啲大行咧就系上调呢个港交所嘅目标价嘅，咁港交所嘅稳正资金流又最近有冇今日有冇咩明显嘅变化？港交所嘅话咧，其实睇翻佢个股价咧，今日咧就早段一度系即系逼近翻530蚊嘅水平嘅，未能够突破呢个位之后嘅话咧，就由高位就略为回落啦。咁但系今日咧，其实个股价跌幅都唔系太大，咁亦都如果睇翻即系呢个稳正资金流方面嚟讲嘅话咧，都比较多投资者咧做一个趁低擒拿嘅部署，似乎咧投资者咧都继续憧憬啦，内地嘅一啲新嘅政策，可能即系最终咧就会令到更多嘅内地嘅科技会嚟到香港呢边上市啦，咁啊整体嚟讲有机会系利好港交所，咁啊所以就见到嗰个资金流方面嚟讲，暂时都系倾向睇好啦。至于如果你话即系技术走势好细方面嚟讲嘅话啦，咁啊继续留意住530蚊呢个短期阻力位啦。咁啊至于下方嗰个嘅支持位啦，咁啊留意翻就系先前即系有几次即系见到冲高之后回落嘅，大概即系509蚊、510蚊左右呢个水平咯。嗯，好，讲到呢度，我哋休息下先。继续开始，主持黄伟杰、何启聪。翻嚟第二嘅时间，咁啊，师傅咁啊，睇到个大市咧，似乎都仲系即系有一个下行嘅压力啦。我哋见到咧，今日咧就资金流方面嚟讲，譬如话喺嗰个牛证上面嘅部署咧，都系会拣翻一啲咧系收回价咧就低过即系27000左右啲水平嘅牛证嘅选择嘅。咁如果话即系见到个大市暂时可以守稳呢个250天线，觉得佢短线有一个技术反弹嘅话咧，可以留意翻啦牛证嘅选择啦。咁分别咧就系有呢一个嘅恒指嘅牛证啦，系67607啦，或者咧就恒指嘅牛证65864嘅67607呢一只恒指牛证咧，收回价咧就系26800点，10000对1牛证选择，杠杆比率大概55倍。至于65864啦，收回价咧就系26700点，10000对1嘅牛证选择啦，杠杆比率咧就系大概系48倍左右嘅。至于如果话即系见到个大市最终系失守250天线嘅，咁啊想做一啲进取啲睇嘅睇淡嘅部署咧，比较贴价嘅红证咧就有呢一个嘅
67843啦，67843咧收回价就系27788点，1万对1嘅红证选择。咁至于面值相对低少少嘅红证选择咧，有只68199嘅，收回价咧就系27808点，2万2对1嘅红证选择啦，杠杆比率咧就系大概33倍左右嘅。上一次我哋提到啲 SaaS 股咧，就即係微盟2013咧，就今日再顯著下跌超過8%啦。但係近日咧就見到有資金係流入微盟正股或者嗰啲衍生產品咧就博反彈嘅。咁想問翻嗰個輪證嘅部署可以點做好咧？系啊，咁见到就微盟咧个股价咧今日咧就进一步下行嘅，低位嘅话咧，其实咧就曾经咧见到佢系即系穿过呢一个嘅10.3咗呢个水平啦，咁啊逼近翻10蚊嘅大关，咁啊但系都见到美市嘅时候嘅话咧，有个比较显著嘅一个嘅跌幅收窄嘅情况，咁啊都见到咧就喺收市嘅时候嘅话咧，其实咧都比较多嘅资金咧就系入场去部署翻呢一个嘅微盟嘅一啲嘅轮证嘅啦。如果話即係睇好微盟短線股價有機會反彈啦，牛證方面咧，聽日有隻新上市嘅產品咧就係68753，收回價咧就係9.28啦。呢一隻牛證咧就係即係同現價嚟講有一定嘅差距喺度啦。咁如果覺得即係短期佢可以守穩翻今日低位嘅話，可以留意翻呢一隻牛證68753。至於如果睇好想揀。唔想用牛證嘅，咁想用一個即係認股證嘅部署去部署嘅話咧，暫時喺市場上面亦都係即係最貼價嘅呢一隻嘅輪證選擇啦，編號咧就係27537，行使價咧就係15蚊，咁啊今年嘅11月到期嘅 call 中長期嘅一隻嘅價外證選擇啦，呢只證咧實際杠杆比率咧就大概係3.4倍左右嘅。騰訊今日咧跌幅就唔算太顯著啦嚇，咁低位仍然咧都係见过539蚊，但收市价都收到喺540蚊楼上，佢轮证又可以点样部署呢？咁睇翻咧就係即係騰訊嗰個嘅股價咧就係未能夠企到喺550蚊嘅樓上啦，咁但係就跟隨翻大市下跌嘅話咧，跌幅就大概係1%左右，資金咧都係入場咧就繼續咧就係留意翻呢一個嘅騰訊嘅好倉嘅產品嘅，咁但係就鑑於佢嘅股價咧都未能夠企翻喺嗰個550蚊樓上啦，投資者嗰、那個即係如果話即係而家建倉嘅話，可能要考慮一啲短線嘅部署為主咯。如果看好的可以即做一些日內部署，可以留意翻咧 call 方面的選擇咧，就係有呢一個嘅16086啦，咪16086呢一隻嘅騰訊嘅認購證啦，行使價670.5元，咁今年11月到期嘅 call， 實際杠杆比率咧就係大概係11倍左右嘅。咁另外如果話即係想揀翻呢一個行使價低啲嘅認購證嘅話咧，亦都有26299啦，行使價咧就581.38元，年底到期嘅 call， 呢個 call 咧實際杠杆比率咧就大概係7.7倍。咁牛熊證方面嘅選擇嘅話咧，牛證可能要考慮翻一啲收回價擺翻喺500蚊樓下嘅一啲嘅選擇啦，當中咧可以參考翻咧有呢一個騰訊嘅牛證啦，有63262呢一隻嘅騰訊牛證啦，收回價490蚊，杠杆比率咧就係大概係9.2倍左右。睇淡嘅話咧，咁亦都可以咧留意翻咧騰訊嘅熊證選擇咧有62222啊，62222呢一隻嘅騰訊熊證咧收回價575蚊，杠杆比率咧就係大概13倍左右嘅。至於呢個美團咧，就今日見到係未能夠企翻上280蚊樓上啦，收市係報275.2嘅。美團方面嘅輪證又可以點樣揀啊？美團方面嘅咧，見到個股價咧，今日咧就停止咗琴日嗰個急跌嘅走勢，咁啊收市咧其實就跌幅唔係好大嘅啫。如果睇好即係美團咧，短期喺大概270蚊邊都會有個支持，後市可以穿翻反彈啦。可以留意翻一隻比較貼價嘅騰訊美團嘅認購證啦，咁啊編號咧就係26176呢只美團 call 啦，行使價319.08元，咁啊9月底到期嘅 call， 呢只證咧提供嘅實際杠杆比率咧就有大概係8倍左右。至於睇淡嘅，可以留意翻咧 put 方面。選擇力有14533，行使價咧就係264.8啦，今年10月到期嘅 put， 呢個 put 咧提供嘅實際杠杆比率咧就係大概4.9倍嘅。咁至於牛熊證方面嘅選擇啦，牛證嘅話咧可以繼續留意翻咧，琴日提過嘅牛證選擇啦，有呢一個62918，收回價250蚊，杠杆比率8.9倍。淡倉方面嘅選擇可以留意翻咧，有678孖二，收回價咧就係300蚊，杠杆比率咧就係9.3倍嘅。
咁啊，今日見到汽車板塊沽壓比較大咧，就比亚迪都跌穿咗近期嘅一個比較重要嘅支持位208蚊，今日低位咧就跌近條50天線嘅。比亚迪嘅輪值可以點樣部署呢？是啊，美市呢其實見到呢就比亚迪方面嘅牛證嘅話呢係有啲資金去流入返嘅。咁但係正如第一節所講啦，咁正股方面仲係考驗緊200蚊嘅關口。如果話想做一啲牛證嘅倉位嘅話，可能要考慮返呢就係收回價呢遠少少嘅一啲嘅產品啦。咁當中可以參考返我哋有呢一個嘅1111嘅比亚迪嘅牛證688886全8呢一隻牛證，收回價180蚊，杠杆比率呢提供都有大概係 6.2 倍嘅。至於睇淡嘅話，咁啊，覺得佢嚟緊會穿200蚊大位啦，可以留意翻啦。紅證選擇68231，68231啦，呢一隻產品咧，亦都比較貼價啦，收回價218蚊，杠杆比率咧就係大概10.8倍嘅。最後咧，我哋睇埋呢個港交所啦，咁嘅走勢都仲係偏強嘅，咁啊收521，即係跌0.2%，咁啊頭先提到咧就。去個重要支持位510蚊至唔失手咧，嗰個技術走勢咧都仲係短期嚟講都係良好啦。咁佢嘅領證又可以點揀咧？係啊，咁港交所方面嚟講嘅話咧，如果話即係睇好佢嚟緊當大市回穩，有機會咧就係即係再度發力，係突破呢個530蚊嘅阻力啦。可以參考翻咧認購證選擇有隻13108嘅，13108呢一隻嘅港交所嘅認購證啦。咁佢個行使價咧就係580.5蚊。咁啊呢隻 call 咧提供到嗰個實際杠杆比率咧有大概係12倍左右。咁另外啦，港交所如果話即係睇好睇淡，淡想做一啲即係好淡倉嘅牛熊證嘅部署啦。牛證的話咧，聽日都會新上市有些比較貼價高杠杆嘅選擇嘅。咁譬如話有牛證68708啦，收回價咧就係508蚊。咁啊，聽日新上市啦。至於淡倉方面，如果即係睇跌嘅，咁可以睺翻紅證嘅選擇咧，有隻56435呢一隻嘅388嘅紅咧，收回價咧就係550蚊，杠杆比率咧就係大概係14.7倍嘅。好，咁啊，今晚時間差唔多。頭先提過嘅股份 ，Ivan 你有冇持有呢？冇持有嘅。我都冇嘅，听晚同大家再见啦，拜拜，拜拜，继续开始。